这是百代公司的一栋老楼，现在被改变成为一家餐厅。当年百代的办公室、录音棚都在这个楼里面。我们现在能听到的一些老歌，有不少当时就是在这个楼里面写，在这里面录的。当时百代公司是相当漂亮的，是一个花园工程的，就是过去叫贝当路811号，后来就改成衡山路了。贝当啊，贝当是法国将军的一个名字，上海一个租界里的法租界嘛，他所有的这个路名都是用这个外国人名字来取代这个路名，所以这贝当路811号。解放后我们的这个叫衡山路811号，门牌号码没有改，这个路名改掉了。当时我记得百代公司是一栋很漂亮的楼，这个进去以后呢，那个一切这个环境啊，我很喜欢去。为什么？大大地板，那个大沙发哈，大的办公桌，这个我爸爸就在那儿上班。这栋楼呢，一共有3层了。3层呢，这个底下呢就录音用的，2楼呢是我们那个办公室，3楼呢就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有那个录灌音部里头有一些警察人员啊这个清洁工啊那些啊，演员经常来的，像周旋呢、是吧？白虹、姚丽、钟秋霞是吧？还有什么欧阳飞鹰啊，或者啊这些，都来，这些呢就是经常来的，就是从30年代开始，到1949年前，实际上是45年以后就没什么录音了，就集中在这个42年到30年到42年这个左右。就是，也就是11年左右这样的时间，一共有200个歌星录音，录音了1850首歌，其中呢就是最多的就是周旋，有150首歌。大都市生存的秘密就是不断地制造最新的需求，流行歌曲的大量流行也让更多的人参与了这个秘密的制造。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非常，就是上海老歌那个时期非常奇特的一点，它没有排行榜，只有那种什么选举三大歌星，选举什么时代以后，选只有这样，只有透过这样的东西，你可以了解到哪些人受人家的欢迎，还有一个就是哪些人他灌的唱片多。我认识李金光，那么李金光跟我讲，哎，他说你要不要去那个灌个片试试？我一听灌片，我很高兴啊。他有一张表格，每一个月有一张表格，就是。第一个排是周旋，第二是姚丽，第三好像是不知道其他是吗？因为我们那时候不出名了，不像什么周旋呐、什么姚丽什么都已经很有名了嘛。他是正式以百代公司的这个名义出的。
应该是多先歌曲，后来再配歌词，因为作曲的要跟写字写歌词人讲的，我这个 melody 是苦的，怀念一个人的啊，失恋的，轻松的，然后他只有这个 idea 跟你写嘛，你先写了歌词，不太好，都是先写曲子，然后再配歌词。可能是这样，作曲家就看你的声音是怎么样，他就照你的声音变。我就很喜欢唱轻快的歌，那么百代公司也找些轻快的歌给我唱，所以我把这一条路开出来，好像是公司觉得我创新了，所以有一首歌叫，其实我也唱得不好，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我真难听。那个时候当我是宝，因为怎么样，没有人唱这么快的歌，就是一个你真美丽，像你真美丽啊，那我加了你，他说我好像是自己加一点花样出来，自己会创新。其实我也是照我的那种感情去唱了。你真美丽，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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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欢喜。看蜜蜂要采蜜，叫我真不欢喜你。那是因为你生得真美丽，赢了我心里。而此时流行歌曲也随着唱片市场的扩大，加快了流行歌曲花样翻新的速度，唱片发行量的猛增开始给歌星们带来了丰厚的报酬。周璇呢，他是这样，一百张唱片里头他抽6%。那么像他们这样的就是名演员，我那个时候还没名气，没什么太大的名气，所以我是他跟我签合同的时候是4%，比他们少一点。销售量，就这个唱片的销售量，不晓得要通过哪一个线，过了这个线，你就可以签合同。你比如说周璇的那个张烤红啊，要卖掉好多好多，他这个月有钱，下个月有钱，一年以后还是有钱。岁啊，经过在李锦辉创办的明月歌舞团的训练，经过老团员严华的帮助，周璇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但是凡与他相处过的人都还记得他淳朴的本色。我就说他朴实到什么地方，不擦粉，不涂口红，这衣服穿得整齐，梳梳整齐就出去了。因此我会想，他在路上走的话，一般的人一看不知道他就是周璇，你给镜头对着他的时候，灯光一亮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出来了，神态什么都出来了，很怪的。我们都有的时候看，我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得呆了。他知道我站在他前，他知道，他也停下来，因为我很快的就蹦在他前面一站。那时候周璇我也是很快的，他是跟我签了就叫我走，你下来没有，把我手轻轻的推开，也不是很重的，他就往前走。那时候我是很伤心，我回去说我再也不喜欢李香兰了，他这么对我。那时候周璇已经不在明月社，他播音就天天晚上还来。来嘛，有时候景辉就跟他们讲，唱歌应该怎么唱啊，是吧？应该什么歌，应该有什么样的感情啊，对吧？
其实也不是上课，就是这么闲聊。那时候朱璇小孩啊，还是14岁、15岁。公司包斯猫，他亲戚吧，这猫啊跟他特亲，也怪，他到哪里这猫跟到哪里，上那说。后来不久这猫没不见了。后他那个时候，看他那个时候是淋的闷闷不乐的好多钱。周璇在电台演唱的成功不仅给他带来了名声，同时也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他和严华的关系也由兄妹变成了情人，而且已经开始考虑婚事了。大美晚报，美丽的美，大美晚报也写，他写的比较多。周璇跟严华好了，我们都知道。我说肯定严华去使劲追周璇，我周璇那么小。我也肯定那时候还说周璇那么会赚钱，我说肯定是肯定是。严华原来叫严运华，运输的运，后来也改的严华。严华跟周璇经济好了，就是跑电台跑的。那个时候电台很简，比较简陋，就那么一件捕鲸绳，一件机器网，只有这么东西。他们主要的收入就是拉广告，拉了广告人就不错。他喜欢你的节目，那么就补充就行了。这样，那么一档节目大概一次的不那么多，大概三刻钟时间，4-5分钟时间。小的时候就好像是，像上海人改讲起来白嘎嘎，大家烧一个菜啊，完了大家唱一个，你学周璇的，我学李香兰的，他学白光的，但是都不灵的，大家唱唱玩，就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很开心。这些流行歌曲呢，一直到现在，还有譬如周璇唱的那个，口红啊，《西厢记》里头的口红啊，是吧？都是中秋要唱的那个《慈母心》啊，什么那时候，也都是那时候录音的，出版的。另外呢，好像是，白光啊，白光她是一个，女中音啊，唱的蛮低的，声音唱的蛮低的。她那个唱歌啊，我倒是蛮喜欢的，可是所以呢，每一次她唱她录音呢，我都在啊，他来的时候呢，自己开了一部小的红色的小车，啊，他穿的衣服呢，全是黑的，黑丝绒的衣服，啊，来了呢，到我们这里以后呢，话也不多的，就是来录音，录完音他就自己开的车走了，一般的嘛，我们演员还请他吃饭那些，他也不吃的。就这样，所以他那个呢比较，比一般呢来的那个特别一些啊、哦，我是记起来，他记忆力好像记起来好像不会忘记一样的。你白光那个时候你在那个国际饭店，国际饭店呢就是现在的国际饭店了，那个时候是属于相等于现在的五星级，因为上海最好的一个旅饭店了。那么去的也是吃饭也价钱很贵的，那么我是付不起这么贵的钱，那么他付得起吗？就他请客了。那我们出去呢，就便宜的付账呢我付，啊，贵的账呢是他付的，因为家庭条件不同啊，蛮滑稽的我们。他是现在都是外国的时髦，很露在这儿的，穿的都是裙子，有的是短裙，有的是长裙，跟我们那时候啊，30年代到40年代都穿旗袍是格格不入的，那时候都是外人穿的。哦，你那个小女孩都听了以后呢，都要学了，
都是学校跟家长都不让多听白黄的歌。还有那时候听白黄的歌不正经，说我们好了，我们都不敢听。那时候也是偷偷的听，他唱的很有磁性，很有磁性。那现在想起来，女中音她的味道是肯定很足的。我见过白光一次，我就问他，人家说你是特务，他说你怎么回事？我没什么传奇，就是我很爱国。他告诉我，他很爱国，他很希望我们中国可以很繁荣。从20年代到40年代，我们是中国电影歌曲、流行歌曲，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聂耳、贺乐丁、陈歌辛、李金光，后来还有很多人了，姚明什么这些人，包括唱歌星，啊，白光、李香兰、周贤、龚秋霞、白虹，就是他们。在整整20年里头，造成我们这个音乐史的东西。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就只能去装作，我不管天多么高，不管地多么厚，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也为你而活。如果没精明的上海人，在电台这个新奇的东西面前，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很快各种人都找到了自己与他的密切关系。电台里面嘛，没有什么东西，两个凳子，一个钢琴，也有这个麦克风的架子，冲着麦克风啊，这样唱。电台呢，都是脏的玻璃，外头都看得见的。我经常到那个广播电台里头去玩吧，那个电台里头经常有时候有一些什么歌唱节目啊，有一些演员呐、啊，一些明星啊什么去播音，这样的话呢，我就很羡慕他们。多学生啊来看我们，还有没有要我们签名的，什么都有，他们就是喜欢嘛。那么回家了以后呢，我就跟着那个电台里头的播音的那种情况啊，我就在家里学，那个椅子上头放了一个那个是香烟罐头啊，作为话筒，啊，那我自己抱啊，自己唱啊，就这样。那个时代的东西呢，就比较呢，没有一个很，你说很固定的风格。洋可能它会很绝对的洋，土它可能很绝对的土，或者是两样。那个什么张凡，什么那个满长飞，香槟酒旗满长飞，你觉得那个很也是很熟悉的东西，可是呢，他讲什么呢？香槟酒，啊，跳舞啊，爵士乐声响，大家满堂飞，就跳舞了。
那他就把那个外国那个所谓流行的学毛的东西呢写到那个皮材里头，可是呢风格他可能保存就像三十年代初一样保存着那个保存着那个土的味道。这些歌星带来了显赫的名声，还让这些流行歌曲的歌星赚到大钱。收入很多，很高的薪水很高。那个是讲大洋，我要拿大概有20个大洋一个月。16岁小女孩，所以我妈妈好高兴，享福，她享福了。唱了两首歌之后，他们就用了我。一个月赚5块钱，我妈妈绣花一个月还拿不到6块钱，我还给家里寄了30块钱，我妈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来，哎呀，我女儿寄钱回来啦。这些唱片只是为人们记录下了当年的歌声，而对于那些从以往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人来说，听着这些歌星们的声音，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广东人不用讲了，哇，你的国语那么好，我说我也不好的，中学也不好的，上海人，我是白红姐姐教我，白红姐姐给我很多，她写出我很多，她提拔我。我很多歌词真的不容易念，因为这个国语不容易的，尖的、圆的，咬错了都难听啊！我自己不要人家听起来上海音、上海的国语不行，我白建的叫我，他很宝贝我。以前的歌星有一个好处，没有说有我妒忌你红了，我妒忌为什么叫你，没有，好像一个家庭。流行歌曲发展到30年代的时候，虽然说电台已经夺得了它的先声，但是电影和电影院也已经开始成了发布流行歌曲的重要场所。那个时候都市里的人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看电影那时候是很时髦的，而且那个时候各种电影院放映不同的电影是有分工的。你比如说大光明电影院就是专门首轮播放美国电影的一家，电影多了，电影里的歌曲也多了，不知道是这些歌曲带动了电影的票房，还是电影促进了这些歌曲的流行。总之那个时候电影中的很多插曲到后来都成了人们喜欢的流行歌曲。
那个大街上或者是舞厅里什么唱好多好多放播放好多歌嘛，那个播放的歌里头呢也大部分都是电影的歌曲插曲，因为好多歌里头都是电影里头的歌，他都是从电影里头一放电影，这个完了电台就又播完了，这个歌片随着跟着出来，很快，速度很快。马龙天使那唱歌比电影还出名，他那歌四季歌是吧，看完电影里头的流行歌就赶紧就学，就不用学了，看着就听会了。观众啊，上面在唱手电筒，一个两人，一个人打着手电筒，一个人在抄歌词。实际上就是说从流行音乐来说，就是电影当中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作用。比如大光明播什么电影，有反正一个电影里呢有一个主题歌，有一个插曲，有一个插曲，所以当时你看完电影就能在他这个门口了，这个北大公司在里头摆摊子，看完电影就能当时就能买到唱片。从中国早期实际上也有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大家知道有声电影当时从30年代开始的，最早的时候是31年、32年，实际上这还是试验期，真正的有声电影开始是35、36年才，就是比较普遍，就是有声电影。因为那个时候分段很细的，有的是电影歌手、唱片歌手、舞厅歌手、电台歌手，就评论是像电影歌手，他绝对不会到舞厅里面去唱。你这上海人脑子很不像这么开放啊，好像觉得以前的环境，一个女孩子年纪轻轻也不去上学念书唱歌，觉得这家里一定是环境很苦啦，受不到好的教育，出来找钱赚钱，所以他们叫我们叫歌女，没有歌星娘，没有个姓，明星不同了，大明星我们没有什么大歌星，歌女好像看不起地。因为那个是灯红酒绿的地方，那个是一个不正经的地方，人家去玩的，你去那里表演给人家看，那是那个不是很体面的事情。那除非是说呢，你生活上有这个需要，那你去表演，那没话说。我出生是很有钱的，我在上海，你知道吗？我家里开那个印刷大的，从印报纸的印刷所。半条街就是我家的。我喜欢唱歌，那么好像重新姚丽很早出来的，在扬州舞厅嘛，然后我去，我哥哥我姐姐姐夫他们都喜欢跳舞嘛，去了以后嘛，常常那个时候在这个罗宾啊，叫仙乐寺，上海有个仙乐寺舞厅嘛，刚刚那个姚丽到扬州舞厅去唱了，现在是没有人，那么我就哥哥姐姐都说你上去唱一个歌，那一唱一起下，我下来人家喷手啊，再要我再唱啊，那我再唱，唱完了我坐下来，结果罗宾跑过来，他说能不能请你来客串啊，这样的啊，客串几天，那我最高兴了。上海我现在不晓得就叫把想你，把想你，你懂吗？啊，现在这是流氓，那么等于现在广东、香港的黑社会，有怎么会没有？有，以前我唱歌时候，我妈妈担心嘛，怕这种小流氓来捣蛋你啊，喜欢你啊，要陪他们去吃饭了，我妈妈谁不准，一天到晚陪着我哥哥也在旁边陪着的。民间那个所谓的歌女。就是天涯歌女了，你看那个《马路天使》里头周旋那种呢，就是他们那个心目中那个歌女，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不是一种很高尚的一种的职业，也不觉得怎么当艺术，只不过小调，小调是哪里来的？民间，民间什么呢？好了，就把那个《大九莲华》苏州民歌改一改出来。配合在那个场面上面，赵刚那个弹那个胡琴啊，周旋那个弄那个小鸟在唱啊，这样子呢就变成那个是场面的调度，
那个演戏那种的，所以呢它吸引一半就是因为你看个电影，不看电影的话光听那个歌啊，这个很民间味道，很那个小调的味道，所以很吸引。中国过去用板桌，他怎么唱还走板桌呢？那个办法是落后的。我是有那个北魏体以上的时候，那个乐队就没有发挥作用。但是你换了这种国门呢，那就是有起来了。所以之前这个唱的马路天使，一个自己过了一个天涯过滤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个新东西。为什么呢？过去没有这样的，他要唱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他能够让我们的对位听力这个办法还不容易，但他掌握了，他个人很灵巧的，我想先给他看看如何唱法，他就马上了解。周璇的名气一天比一天大，挣的钱也一天比一天多，和丈夫严华的关系也一天比一天紧张。其实他们夫妻的结合是不是说爱的结合，因为有一种叫什么报恩。周璇一直没有严华没有今天一天，关他一手提拔他。周璇跟我一样上海人，国语都不懂，严华教严飞也教，然后他有今天一天，他后来红，他觉得当然也不错了，严华那么红也那么漂亮，就说嫁给他。应该说最早帮助他发现他就是后来跟他这位夫妻的严华，是一手培养他，没有严华可能没有周璇，你都这样讲。那时候他在百代公司的时候呢，跟年华还没离婚呢，他们是一对嘛，是吧？年华呢也会唱歌，也来录音，年华还会作曲，不作的比较少。这个他们本来蛮好的。我知道的就是那时候周璇拍戏，但是他只有一个男主角跟着他了，比方那时候的白云呐、石灰呀、赵丹呐、包括韩飞，哎，拍完戏嘛，大家一块拍戏嘛，他一个女孩子总要送他回家了。可是我哥哥到他死了以后他还惦记着，我哥哥对他有感情，很喜欢。他那个是跟他发脾气闹脾气，那是嫉妒，因为他爱他，所以他嫉妒。就在上海居住，那么有时礼拜天嘛，我要到报馆去帮他抄写啦。要包括的一个推广部的要走了，哎呀，这小孩子知道不错嘛，不如来包括当练习生开始。我15岁就进了新闻报馆，就中学却才读了一年，已经不多了，在上海读了一年中文。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一颗颗眼泪都是爱，都是爱，就是很容易写嘛。就他唱了毕正涛的招牌歌了，他是靠这个歌就出了名。谭雪琼在新加坡，最喜欢的
起初就是有一点时代使命感了、啊、到后来最喜欢的我能唱的就是春风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谁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愿那河南人儿采高棉，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不歇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趁着那春色在人间，起一个清早跟春相见，让春风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是春天，春天你处处把真言，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当时有一部电影，看到一部电影叫《桃园夜劫》，美国一个大明星叫考尔曼，他主演的，就是故事就讲到他到中国这个边境啊。有个地方去旅行了，就叫香格里拉，跟当地的一个女孩子、啊、发生了感情，有一段恋爱的过程，后来要他要带这个女孩子啊离开这个香格里拉，那经过一个大雪山，这个女孩子变成了个老太婆了，就是说在香格里拉你不能跑出来，跑出来这个人啊，这个苍老的。像《香格里拉》这样的歌曲，《香格里拉》，我说有多少人知道是这本是小说，这个什么《地平线》这本小说，但是知道这个歌的人多，是不是？我说有了小说，后面只有了这个《香格里拉》的歌曲，才会现在有《香格里拉》饭店。后摇电音，他的歌唱的。技巧很棒，学过声乐，所以我觉得他唱得很棒。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唱，赞美你的香格里拉。这可爱的香格里拉，我深深地爱上了他，我爱上了他，这美丽的香格里拉，这可爱。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关内的民众感觉得到战争在一天天迫近，人们喜爱的歌曲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歌女这个概念由于被赋予了亡国恨而被艺术家们反复使用。为了很欣赏叶儿啊，我到昆明去玩，我就姐姐在，我姐姐在昆明，我说她，我说我晓得叶儿是昆明，哎，是昆明，我说你带我去，带我去到坟墓去跟他鞠躬，我好喜欢他作曲，他做了一个铁地下的歌女，王仁美唱，一个那个的美得不得了。所以感动的，唱的会哭的，他的歌都会哭。很年轻也去世。贺鲁汀1931年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曾经先后为明星、电通等电影公司创作音乐，为许多歌星创作了大量的电影插曲。这个灯，我们上海人叫它蝴蝶灯。由于它可以上下拉动，我们又叫它葫芦灯。从前的亭子间里都有这样的灯。我在想，当年贺鲁汀先生就是在这样的灯下创作他的《天涯歌女》。后来他走出了狭小的亭子间，离开了上海，走向更大的空间，他的歌也随之有了很大的变化。